他们没有在专心听。不是，刚刚听到他们一直在这样讲话，他也没有在专心听。如果你专心听了，你就不会知道我们在说话。你不帮我吗？啊！你作为一个队长，你这样子，不，我真的在专心听，是因为小白问我，你也有团吗？我就给他解释，我曾经在网上是网络红人，我为什么叫枪图小厦，还有个枪图大厦，现在做微商去了。道歉，弄好了，说躲错了，因为我没错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一个音。这是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哎，我觉得你的这个位置不太好，我觉得我们就换一个位置，好不好？好，期待。哎，还是没问题，好吧，没问题。没有，我让你，没事。哎呀，没事。你们俩再不上，两个一起淘汰。来吧，海豚一。那个第二个单谁写的？来，机会给一下。这个单是什么字儿？周。又也周也不是。周也不是。山周丹。恭喜。到你了，别恭喜。来一个吧，你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给到小发，这个吗？我待会儿要上。哇哦，他比我们高。你也可以。到哪儿了？现在是哪个调了？现在是你再找。等一下，我找不到这个调了。来，这个地方用力。你膝盖呢？把它下一点点。脚趾们扣紧，扣紧，脚趾们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山丹，你别喷口水。哦，你也需要啊。哦，你也需要啊。你需要我们的帮忙。哎呀，需要啊。OK， 好。哎，打到我了，啊，碰瓷儿了，哥，你这反应有点迟钝呀。哎呦，来，好。哇，这真上去，而且每个音准都是在的。对，专业的。天哪，啊，哥。别试了，嗓子坏了。撒不上去哇！我这个。哎呀，没事。3、2、1，走。哎呀，等。哎呀，等。他在干嘛？啊，但是好浪漫。哎。等一下。来，可以的，哥。可以的，哥。这个真的有帮助，这真的有很帮助。
但那表情已经不好看了，就不好看了，就。哎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们是另外一位嘉宾，我们召唤 Harry 回来，三二一。OK 了，算了吧。好、啊，我尽力了，我真不是演的。什么算是一秒呢？一秒 one second。对，但是什么？我知道我一秒是 one second。什么意思啊？质疑我们 Harry 的中文水平？哎、啊，我知道一秒是 one second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教我这个。我是说什么？你要怎么做才能会达到一秒呢？就是要出声音的标准。出声音，任何声音都可以。两百吧，两百吧，好吧。200哇，胆子真大！300，你们行不行？一十多，226，肯定会有30。我们两百，你100，我100，这样。哇，这群人好猛啊！如果做得到呢？如果呢？如果做到，你们可以给导演组来许愿。但如果你们没做到呢？没做到就没做到呗。没做到，我们好丢脸哈，就丢脸嘛。我们五人一起喊，好丢脸啊！对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们的高光就在这一刻要来了，这个 Harry， 你的高光要来了，这个机会都在你了。你看我们的这个团队都靠你了。No， 都靠你了。我觉得我可以80，你120，我比你大，我的肺不行了。他们每个人现在分了多少？100秒？102秒每人。你们每人102。来试一下吧，来试一下吧、oh. 输了就输了，来嘛。哦哦，102 OK， 我觉得你做得到，我觉得可以的。博一博单车变摩托轰。对不起，重来一下。对不起，重来一下。别笑，别笑，求求了，别笑，别笑，别笑。别等等等，等一下，你一定要出那个声音吗？从我开始，准备好了哈，三、二、一。继续哇，好久。也不用这么拼，不用这么拼了。哇，这好神奇哦你。97秒哎！哇，一个人追回来了，好厉害哦！Harry现在压力好大。我觉得技巧在你的心跳，要慢，要慢。Harry 只要做到多少就可以了？现在是194，还差106。哥，You can do it。好，准备好了哈，三、二、一。
84秒，妈呀，好厉害，震撼我了。哇，所以我们总共是好，很高兴的告诉你们，最后的成绩是278秒。哇，所有成员也包括节目组，每天必须称赞门面50次以上。那我不要夸他是吗？我不大美人，难不难受？难受。这不会开心吗？如果被夸的话。哇 ，Henry 你好壮哦！哦，真的吗？练得好好，真的。Henry 哥特别有魅力。哇 ，Henry 你好白啊，肤白貌美。你太帅了，白啊，肤白貌美，特别有魅力。好壮哦！哇，你的毛孔好细，皮肤好好。我的鼻孔是爱心的那个。我给你看。哦，真的是那个直接颁发吧。哦，真的哦，真的，哇哦，真的，哇，大的，我好荣幸，我又看到了，虽然我大概第8次看这个了，把门面担当直接给他吧，直接给他吧，他好像很喜欢被夸，哎，我对这个夸很喜欢啊，给他吧，求了，直接给他了，那请领取你的这个门面，哇哦 ，ACE。那我打了，对我给远哥，我给张远，你给他打，你可能选不上了，是吗 ？Bird， 你为啥叫 Bird？Bird can fly。Bird。他说他现在在一个非常方便的空间。哎。啊，马桶。Hello， Bird 哥。这会儿我在录制，然后竞选队长。那你真的不太配。那你真的不太配。一个都想不起来。想想第一，特别真实的啊。来了。第一。嗓门大。说正经点哈，啊，这个人呢，这个说话呢，言出马飞。就是说到做到的意思。嗯，对，说到做到。谢谢远哥，你继续吧。好嘞，好，不打扰你了。再见大家。再见，远哥，拜拜。谢谢。可以。天瑞想好了。哦。要打给谁啊？OK。哎，哥。哥。打给谁？他这个防偷窥屏防到就是像没开机一样。啊，每个人打招呼。哇，哥 ，Hello，Hello 哥，好久不见啊。Hello 哥，好久不见，Hello 哥。耶 ，Hello 哥。哎 ，Hello。说一下我最靠谱的一些点哈。真正的孤独不是大吵大闹，而是一块绿布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人家说哈，是不是？这一点就是因为我靠谱，因为我不想麻烦别人，把我们都骂了，把我们都删了，一句话把我们都骂了。我们，哎，远哥在马桶上，都在说范丞丞躺在床上都被我弄出来。没毛病，我觉得算一个优点，这算优点，对吧？第二呢，他刚说什么？哎，他说你那个还是别当队长了，他好像说。对，我觉得我也不适合队长。
应该是横过来吧，我们需要几个人倒立。两个人倒立。我 get 到。这样也可以啊，不是吗？这个很简单的。这好简单啊。叠就可以了。哥。哎。上行。哎呦好冷，你流汗了，你的汗流到我的脸上啊。我在热身。哎呀。不是我的汗。为什么不是你在这里反光？你看这个是油。不是，是油。热身热的，热身热的。这一趴录到已经都没吸油了，太久了。一哥的假发，从2000块钱假发现在都快骗400的那种。来。好，我把它往后挪一点哈，尽量不拍到。上面的要不要垫纸？好主意。哇，你的鼻孔好大，你眼睛看得好宽啊！谁在我下面啊？那么多汗。要哦，对对，这样安全感。对，靠近一点，表情开心，开心。好多汗哦。准备哦，三、二、画板下。对的。三、二、台灯。三、二、椅子。哎，这个，会不会有点太？有点侮辱你。第五季了，椅子，还在猜椅子，我要疯了。啊，这个太简单了。三、二、一，猜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看这个是谁看不出来了？来吧。啊！三、二、一！哎呀呀呀呀！抓呀！别！抓！杨迪，杨迪，痒痒挠，这叫什么？不求人。痒痒挠不求人都行。哎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好。哇，好没有礼貌啊。这个没事，那不好吃，不好吃。那个不好吃，那不好吃，我们故意不要的。三、二、一，菜板。三、二、一，个螺丝钉。三、二、一，对了对了，对，哇，等一下，难不难？可能有点难。嗯，我相信你，来吧，来喽。三、二、一，急。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急。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那是什么呀？磁铁。还有 Henry 哥，那个这个看起来像一个橡皮擦，像那个 popsicle 啊，像糖果啊。他也没有打橡皮擦。我的大米饭，我的大米饭。我觉得这个饭我们一定要，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吗？你就表演一下沙咯，表演。那这样好不好？如果很精彩，你就给我们吧。表演很精彩，要把那个月仙活带上的话可以。行，月仙活你唱一段吧。那你编一个月仙什么什么的，不会编月仙。月仙活之歌，月。这样，月仙活月仙和每天都喝很快乐。月仙活，每天都喝很快乐。他没事，你自己捋一下，能压上，放心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啥呀？冰棍。
三二一，二一。今天我刚跟他打了视频。不是他吗？范丞丞，范丞丞。他以为是你哎，啊，这个发型确实有点像，发型有点像，远看有点像。你近看一下呢？现在像吗？而且这角度真的，刚刚我在这里看你的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抬头，对不起。你看导演组，你看这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跟他一模一样的这个角度，对吧？对吧？而且你这个照片有点模糊，模糊到我在这里看也我也看不清楚。我是觉得不像了，我是觉得不像了。来下一个椅子。羽毛球，蚊香，那个电饭锅，洗衣机，牙刷，粉刷，插排。太简单了。说实话，没有出过这么简单的题，这啥题啊？但是确实没想到，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度。三二一，不是BB，OK， BB 叫 BB， 是拖机 ，BB 机，三二一，计算器，哎对，计算器，三二马桶，黑色的马桶，我没见过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万能充电器，把电池抠下来，然后，哦，是这样的玩法哦。没想到我刚聊了这个玩意儿，万能充电哦，万能。左 check out， 左球，扑宝，爆，球。哎，我们还是猜那些椅子那些吧。你好，用品有些万能充也不太行。鸣笛鱼，我姓杨。我叫杨迪，鱼是哪来的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累了，好不好？名扬，啊，没有撒或者是撒。蔡卓妍，或者是菜也是啊。鸣笛啊，沙华，沙瓜，沙华，清华旅游团，沙华。沙华干嘛呢？我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脑袋疼。沙华，清环旅游，对吧？旅行团有你才好玩。清环旅行团有你才好玩，我们是阿华迪嘎嘎，阿华迪嘎嘎。最后把这个加在这里，可以，就是浩迪萨华凡，浩迪萨华凡。浩迪萨华凡，你假装一个，我们到意大利。We are 浩迪萨华凡。We are 浩迪萨华凡。Bonjour, Razi. Is a vintage that talks like this? 浩迪的萨达凡潘。多好多字，又多了几个人。清环旅行团，浩迪萨华凡。就可以了，有你才好玩，对不对？前面特别的认真哈。清环旅行团，浩迪萨华凡。OK， 行吗？能假装一下吗？我们是徐明浩。Henry， 你是 I 人吗？你测过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本来是 E 啊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是 I 啊，变了。I love you。Love you。哇哇哦！救命啊！大家可以把这些记下来，然后下一次可以用。没事，你用到另外你用，因为我用不好。你试一下吧。我以前是 E 人，但是后来我慢慢变成了 I 人。你什么 I 呢 ？I love you， 是这样讲吗？太直接了，你要 I。要想，你要假装要想啊！我觉得你那个 timing 很对啊，会有一种，什
的笑声。我们还在分解这个笑话是吗？对，我比较要大家要期待。发现了，没有？我觉得你那个可能速度快一点点，说短一点点。你的 MBTI 是什么？我们真很好奇，因为我们都聊过了。其实我本来是 E， 但现在是 I。I 什么 ？I love you， love you。打动你的心了吗？那 tempo 比之前的好。对对，有进步。我还准备了很多，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期待。就疯狂讲笑话吗？不要不要，其实你一口气在这儿给完也行。对，那不行。就像姐刚说的 ，tempo， 那个 timing 很重要。行，你知道 tempo？ 我肯定知道啊，节奏嘛，时机。你英语挺好的。对啊，其实我英文一般，因为你那天说那个好吃的牛排 steak 是吗？我听成站着。你是听到 stay 还是 stand？ Stand stand， 然后我。就站 ，S T A Y 站着 ，S T A Y 站着啊！我说是 S T A Y 是 stay 留下之类的吧？越说越远了，stay 不是站啊 ，sorry， 我就听成站。哇，你好创意哦！不是创意，我听错，英文很烂。你就说你有创意就好了，我们就是可以选择高级一点，我也是 I 人 ，I hate you。I hate you。不是 I 吧？我是 I 啊！你是我见到最 E 的人了。I hate you， 我是这个 I hate you。啊！我的发音这么烂吗？没有，非常好。我的耳朵不好。I love you。I hate you。Love you。I hate you。好无聊，已经无话可聊了。我们刚刚其实在聊那个 MBTI， 请问你们是？我是 ENFP 快乐小狗，我叫那个什么 EPSC 还是 E 什么 IT， 就是企业家那个。亨瑞以前呢？他以前是 E 人，现在是 I 人了。你问他 I 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是很 E 就很喜欢，但是我现在是 I love you， love you。哇 ，I love you too。哇 ，I love you too。哎呦，有人接了，有人接了。好了，我们就把它交给你了。因为今天我们还有一整天，哇、wow ，所以我准备了很多很多精彩的一些话。Amazing。因为我是刘宪华， oh. 所以准备了很多话。这个不好笑吗？不好笑吗？好不笑！哦哎呀！谢谢，还有再谢谢，要当好朋友哦。我觉得我可以跟你一起待在一起，我可以啊。你叫刘宪华，我叫刘维，我们是一家，对，我们都姓刘。你们有谁第一次西湖游船？我也是第一次，但我有去过西湖。有很多版本，它有那种大一点的船，有点像那种水上巴士，或者摇的那种船，摇的那种船就我坐过。我当时跟三个朋友就坐那种很小的那种小船，然后想的是到西湖上面去说八卦。刚划出去，那个船夫杨迪老师 ，Hello， 我一个八卦没说。7%，才听懂7%。没有，我是说我给你的分是7%。什么分？什么分？他给我的这个 story 的分。什么 story？ 我刚才那个 story 是搞笑的程度吗？不只是搞笑，就是内容的丰富感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你只懂了？我先走了。真的，我在节目上讲个故事，居然还用打分，我先走了。这个100分，这个100分吗？这个100分，因为我在节目上被综艺判官去审判了，我要离开了。讲了个故事，居然打了分。哎，阿傻哭了，现在为什么哭？没有，笑到飙眼了。哦，对。导演可以把那个直接剪到现在，I love you， 可以。对，好过分啊！你偷我的故事，偷反，综艺上还有这种人吗？偷反应，满足，
我以前是很E就很多，但是我现在是 I love you。 Oh my god。 哎，阿萨哭了，现在为什么哭？成了表演。好过分啊，你偷我的反应。可以现在听吗？哇哇哇哇，小提琴超厉害。天哪，你不应该叫刘宪华，应该叫刘才华。刘才华，刚才西湖的愿望失败了，你们有还记得想西湖干嘛吗？你西湖的愿望是什么？就是皇子的生日，很想为他唱一个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本来就要这想在那个在船上，但是大家都没有完成。哇，你说的清楚一点哦，你要好好解释。真的，我要解释，我真的要解释。哎呦，我慢了。那好暖啊！哇，大家皇子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王子红梅生日快乐。谢谢大家，好特别的一次，谢谢大家，在这要了一个大家的祝福。